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与北京中轴线相交的一刻，鼓楼这一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庞然大物于晨曦中出现端倪。随着北京这座大都市的苏醒，暖阳缓缓升起，鼓楼也在朝霞中亮出了身影。鼓楼和钟楼是坐落在北京市南北中轴线北端的一组楼阁，两楼坐北朝南，前后纵置，气势雄伟，巍峨壮观。作为近代的宝石中心，是古都北京的重要符号，默默见证着北京百年来的历史变迁。沧海桑田，而鼓楼依旧。西安门姚记炒饭啊，六点就来了，老大同志。推门而入，便可闻到蒜香裹挟着熬着内脏细尾的独特香气，由后厨向餐厅各处扩散。厅里多年的老主顾们已经排起了队，在后厨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将台上的原料变为食客们碗中的美食。不停炖煮后出锅的炒肝汤汗晶莹透亮，如同琥珀一般滑嫩鲜香，略有嚼劲儿，清淡不腻，醇厚味美。坚持以手工制作的包子，皮儿薄馅儿大，鲜嫩多汁，绝非速冻之类。随着食客们逐渐落座，大快朵颐，大厅里的座位也逐渐紧俏了起来。一句话叫东单西四鼓楼前，姚记炒肝之所以开在鼓楼脚下啊，因为呢，一个呢是我们的出生地在这儿，再有呢，这个鼓楼呢，在过去呢就是一条商业街。那我们呢也是在89年，也是在改革开放的这个初期，完了看到呢，就说很多这个市民啊，还有这个学生上学呀，还有工人上班啊，那会儿呢就是吃早点特别的难。我们家呢当时呢住在一个胡同里边，屋呢也并不是很大。住着一家呢七口人，靠父亲一个人的这个工作，完了家里边呢就是也挺拮据的那种。后来呢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们家那边搬迁了，我父亲呢就用刚给我们的一个两居室楼房换在了这个鼓楼脚下的一个房本面积啊只有23平米的一个临街小店啊，就是我们姚记炒肝的最开始的地方。刚一开张吧，就顾客盈门，就这样的坚持了差不多10年吧。后来呢，就是一个机会吧，我们就是在当初的这个店啊，又扩大这个店面，然后店面扩大了，我们也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这个品种啊，老北京小吃，我们在逐一的进行恢复。但店铺的经营也不是一直一帆风顺的，在计划经济时期，一切物资都不充裕。所有的食物都要凭票供应，如此一来，店内的食物原料供给就成了问题。在那个人人都只能自保的时期，还要维持店铺的经营，难度可想而知。但为了回应食客的期待，困难可以克服，也必须克服。姚记想尽办法，跑遍全城来维持食材的供应。店里最终联系到一个机关单位的副食供应点，当供应的食物运达的时候，大家伙儿都去抢需要的食材，就连姚燕阿姨的父亲姚默老先生，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为了抢到足够供应店里的食材，也要一起前去。抢得多了，2-3天不愁；抢得少了，明天的食材还是问题。哪怕困难至此，姚记也坚持了下来，最终没有一位顾客因为断供而吃不到魂牵梦绕的炒肝。鼓楼下面临时的咖啡馆，睡不着的后海边，月亮还在抽着烟。每一个有历史的城市都有一座鼓楼，但是北京鼓楼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是它独有的周边环境生态，就如同鼓楼早已失去了报时的功能，只是静静伫立在那里。鼓楼生态区的时光仿佛也同消失了的钟鸣鼓响一样停止了流逝。林子之笔的四合院一直都在，大
大家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里。当你走进鼓楼广场的那一刻，就能注意到外界的繁华喧闹好像被隔绝在外了。除了来往的游人，这里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大人们带着孩子在鼓楼广场嬉戏玩耍。鼓楼存在于像姚老板一样的人们的儿时记忆里，在内心温软的最深处，伴随着人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永远伫立着，永远守望着，永远陪伴着。春节包括节假日，那是我们最忙的时候，而且呢，我们的员工有一份敬业的心，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是回家，都坚守工作岗位，这些都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有这么好的员工，有这么好的这个时刻，说更坚定我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尽管年纪大了，但是我还在我能够有能力的情况下把这份事业做好。区的工会组织各家商户还有居民吧，来到我们姚记，我们教他们做豌豆黄驴打滚爱窝窝呀，不仅让他们品尝，让他们亲自来做，做完了以后把你们的作品带回你们的家人一起分享，传承中华这个饮食文化，传播这个美食的制作方法。我觉得呢，现在呢，就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和我们的一种使命。肝挺好吃的，就跟我们那儿的胡辣汤一样，然后里面肠啊、肝啊没有啥异味，这个也不错，挺香的。炸酱面呢，挺地道的，好着呢。闻起来很臭，很臭，吃起来很香，吃起来很香。豌豆黄也是，就经特色，特别来尝一下。然后说在手机上面看，就说这个姚记是比较有名的，然后就过来看，也问了导游，他们也比较推荐的，然后就过来试试。我听朋友介绍的，说这个姚记炒的不错，今天我就专门跑过来了。我感觉他这还真是挺地道的，这炒肝嘛，大众食品是吧？北京人原来都是经常吃的，但是呢，这些年好像有点失传啊。地方做的有些地方做的也不怎么太地道，我就说实话，他这姚记我觉得味儿还基本上比较正宗。等夕阳照亮了肩膀，一群群手感觉梦想，城市闪烁的灯光，那一站是为我而亮。命运啊，能否改变翅膀，给我不会坠落的翅膀，在天空努力的飞翔，沿着从不平坦的方向，
当我靠距离上的火车，天空却刚好下起了大雨。当我不再年少和轻狂，是否还拥有追梦的勇气？生活如四季，循环往复，年复一年，姚记炒肝也在岁月的年轮中往复四季，在每一个黑夜中静候黎明，只为在旭日东升的时候，用一碗热腾腾的炒肝给人们一天的生活画上第一笔浓墨重彩。当所有都是风儿时，心中留下一把尺，量一量经过的青春为什到底值不值。Thank you.